而海南的海鲜很有名，有多达800种以上的海洋水产。光是在三亚哦，海鲜餐饮行业一年所接待的游客就高达1800万人次，营收约合台币150亿。海南的海鲜究竟有何特色呢？廖雅玉、严瑞生带我们一饱口福。这有几斤？我知道一斤多吗？一斤多两斤。冲一下，冲一下。这个它是什么？新鲜的。每分钟20到30，啊，所以你买了这么多呀？我买了多，啊，买了有2000多块钱的。可能都快拎不动了。对对对对，满满的人手一大袋。什么叫做琳琅满目？什么叫做目不暇挤？龙底夹，开个大的给你看吧，这肉很多的，这个蒜蓉清蒸就可以了。到底新不新鲜？不啰嗦，老板娘现开扇贝展示。新鲜不新鲜？你拿回来找我好吗？卖掉吧。2个、10个、6个、8个、10个，你要拿给你比一下。平常能看到这么活跳跳的龙虾吗？更看不到，我们是东北的，西安过来。特地打哪来的呀？江西南昌。上海。要说四面八方的观光客都来了，一点都不夸张。海南三亚第一市场，当地最大，海鲜最齐全，旺季最高客流量，一天可飙到12万人次。过来来度假嘛，顺便吃点这些东西，啊，也便宜，比那边比我们本地要便宜很多，啊。那你们来几天？5天，5天都是海鲜吗？啊，打算就这样计划的。一口海鲜成就一趟旅程，这里的水产又可大致分为虾、蟹、鱼、贝四类，而且随便一只都比手掌大。就是最好的鱼，就这苏梅鱼是最好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说最好？它属于深海水鱼啊，它这是都是野生的，它没有养殖养不了。从苏梅鱼、彩梅鱼到老虎斑、多宝鱼，各种稀奇古怪的海鲜全在架上，光鱼类就有600多种。游客慕名而来，反倒是当地摊商。吃多了我们也会腻的，好不好？吃到会腻了。对啊，吃到腻了，经常吃了，十多年了，经常吃。逛第一海鲜市场很容易就走到腿软，看得眼花缭乱。这儿会这么受到游客的欢迎，也是因为经济实惠。举例来说，我们买了3个海胆，折合台币100块钱。但如果不会料理怎么办呢？旁边就有加工区。你好，西安海鲜加工吗？这边大概多少钱？海胆是10块一个，加鸡蛋蒸的。这个是盐贝，是大的，蒜蓉加粉丝是5块一个。加工料理费公定价。走进厨房，现买现杀。它肮脏的是来这样，是买有什么嘞？先爆香，再调味，紧接着主角现身，光滑的贝壳，细长2片，就像竹筒状。这道菜叫辣炒竹蛏，但如果你想吃清蒸、想吃红烧、想吃炖煮，也都能指定做法和口味。按不同地方的人口味不一样。如果是盐桂川的人，如果他就喜欢吃辣一点；如果是南方的人，就拿来姜葱炒；如果是农西四川的人，农西麻的话，放一点花椒，味道会更好。芒果螺啊，甚子螺，甚子螺，还有石斑鱼，还有基围虾，还有海胆。您是当地人？对啊，我是当地人。所以您的朋友过来就必须带他们来吃海鲜？对啊。人家是大口吃肉，他们大口吃海鲜，满满的一桌鱼虾螺贝，从堆叠成山到杯盘狼藉，平均一个人花费折合台币300多块钱。你们总共买了这些多少钱呢？总共吗？是桌面上的吗？200。那加工呢？加工的话，这边加工应该只有100多块钱吧，100左右吧，平均是对半。我们就是种类比较多，也比较新鲜。哦，然后还可以自己挑，比较稍微特别一点，然后自由选择，所以说会更舒服一点。不吃海鲜就仿佛没去过海南，水产资源会这么丰盛，因为它四面环海。天才刚亮，一艘艘的渔船已经进港，停靠在码头边。这里距离三亚市区50公里，是中国大陆最南端、规模最大的渔港，崖州渔货交易中心。日均卸鱼量79吨，最高峰还曾达到791吨。码头外，有些渔民干脆就地买卖。都三斤三斤的吧，三斤三斤的吧。
早上六点七点就开始了，就很多人了、啊、很多人。都是哪一些人啊？哪一些人啊？游客啊，还是说是要卖游客？游客本地人啊都来啊。近五年，海南的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增长了54%，正宗鲜活生猛是当地水产给人的印象。半个多小时开车。平常经常过来吗？以前来过。以前来过。嗯，那市里头不是也有一些像第一市场啊什么的吗？这也去，但是这样好像比那样便宜一点。不止价格，对资深饕客来说，吃过刚下船的海鲜就看不上市场货了。在这个靠海吃海的岛屿上，要说水产没有最鲜，只有更鲜。 TVBS 新闻严瑞生、廖玉，海南采访报道。